是恰逢，我去恰逢，他去恰逢，去哪边恰逢，你知道吗？在台中。啊、他去台中恰完工，要回来的路。没有要。要去的。来去买材料那些。他靠自己创业，他的爸爸在九年前就过世了，所以他也一直就是秉持着向他爸爸学习的精神那样。很多家了，之前在几家呢，后来因为我们跟美国那边有合作，我们又自创了这个原材的，对，现在目前应该要开的话，应该有几家店要的，啊，什么产品，但很多东西也没办法交给客人，一时也很多不知道要怎么办。你昨天是到几点接到消息？九点左右。那你知道他那时候是要去哪里？要回，也是要回来，是不是？恰逢，去恰逢。他去恰逢，去哪边恰逢？你知道吗？在台中。他去台中恰完工，要回来的路。没有要。要去的。来去买材料那些。他靠自己创业，他的爸爸在九年前就过世了，所以他也一直就是秉持着向他爸爸学习的精神那样来做这个。是很多家了，之前三十几家呢，后来因为我们跟美国那边有合作，我们又自创了这个原材的，对，这品牌的另外分开来，对，所以现在目前应该要开的话，应该有几家店要的。好想要开业，但很多东西也没办法交给客人，一时也很多不知道要怎么办。现在今天要跟检察官来检验你，我跟检察官有通知你们几点呀？那是现在刚刚，在等检方的可能检查验相验完才能知道厘清什么的。对，做笔录的时候，他的车子是放在中间的车道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转到那个油罐车的那个车道去，然后后面又有两部车子追撞过来，可能是下大雨吧。那时候他有给我电话说，下很大的雨这样子，他可能有打滑还是怎么样，因为他车子我昨天去看那个影片是。已经跑到路肩去了，然后昨天，哥哥有进去殡仪馆里面看，因为他觉得没有办法出售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进去看，我没办法上香港这样。